Next speaker is Luse Cheng. He is a compiler engineer from Andes Technology, and it's a CPU IP company. In his free time, he's also an open source developer, and he works on porting Android to different CPU architecture other than ARM. So, and he's going to talk to us about how you can optimize this process of porting. All right. So let's welcome Luse.那我们就开始吧，因为时间好像有点提早。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现在目前在一家 CPU IP 的公司做那个，我现在是 compiler engineer， 也是 compiler leader， 从 engineer 变成 leader 这样。然后其实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做 open source， 其实我是一个 full time 的 open source 的 developer， 因为我的做的事情就是在做 GCC 嘛，所以其实算是 full time 的 open source 的 developer， 可是由于公司的一些 policy， 所以我其实只是 part time 的 open source 的 contributor， 就是我们的 source code 没有放出来。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知道我有 contribute 过什么 project 的话，大概就是像 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 跟 Nilano 这些东西，基本上也是跟脱圈相关的。 然后我现在的身份是那个国民革命军的军人，我是国防役第四年，所以现在叫这个国四无双这样。然后我的专长的话就是屠龙之计嘛，就是这本书如果上过大学的应该知道吧，就是在沙龙了，就是我的专长是 compiler， 就是那个列子里面有一个文章嘛，就是有一个人花了很久的时间跟很多钱学沙龙，结果下山发现没有龙嘛。 所以其实我也是这样的状况，所以就进一个 CPU 公司工作的。不过因为感谢 Google， 所以现在又多了好多龙可以杀了，所以我又可以下山去杀龙。所以那介绍一下这个台湾的 CPU 公司的，就是 Andes Technology 是一个台湾的 CPU 公司嘛，它是一个32 bit 的 embedded 的 CPU IP 的公司。 然后它有全新的指令集，就是我讲这个时候，就是会有很多人问我说，到底是 on 还是 MIPS， 对不对？可是我们是全新的指令集啊，就是这种东西有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传统嘛，像台湾的蒋总统就是一个传统，对不对？就是说你们现在是哪个蒋总统当总统啊？好的，没人笑，因为现在应该是比较那个。然后简单来说。 如果要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公司其实就是台湾的ARM，然后讲好听一点的话，就是其实 ARM 就是英国的 Andes 这样。然后我们公司有上那个EETS的，它EETS有一个 scouting 的 report， 就是那个侦查报告嘛，就是，然后标题是台湾在扶植下一个 ARM 啊，这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自己看吧。我今天没有要那个 promote 公司的意思，不过还是。 不过还是那个稍微侦查一下，就是我们需要 compiler 技术的人。那我们就继续啊。有关于这个 session 的话，就是基本上大家要知道 Android 是一个 unawareness 的 product 嘛，所以昨天如果听过 Joseph 那个 Harry Potter 的，我们的话就是属于马总嘛，马总就是别的 CPU 就是马总，所以就。 比较惨嘛，就被史莱德哲林的人把他被歧视嘛，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在讲说怎样 porting 到一个不是 on 的平台上，就是比如说什么 S3C、46、4610什么，就是不在今天的范围内。然后有一个平台也不在今天的范围内，就是 X86，因为 Android X86 是一个非常好的 project， 所以我就没有提这个东西，而且基本上 X86 速度比 on 快很多。 所以，它有一些 optimization 没有做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得到还可以接受的速度。可是，如果是我们的 CPU 的话，就真的不行了。所以，其实它的难度是不一样的。
然后不过说回来 Android X86 还是一个非常好的 reference 然后我这边这个演讲用的平台的话就是用 Andy's Architecture 当 reference 嘛就其实如果你要 port 到另外的台湾 CPU 像什么 SCO 啊或是什么的 就可以依照一样的方法。好，那这大概是今天的议程，会从我们那个 platform 的 review 开始嘛，然后再讲怎样 bring up， 然后讲到人生不是公平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讲说怎么最佳化的。好，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那个 reference 的 platform 嘛，我们 platform 是。 就是我们这个开发版叫 ADPH102， 它的三视图就长这个样子，不过拍的有点那个奇怪，反正就看到它的界面是蛮传统的，跟 PC 比较像的，就是有 PS2 的 keyboard mouse， 然后 USB 的接口嘛，然后这是 UART 和 port， 就是给人家 debug 的嘛，然后这个是 DSUB 2输出，然后我那个时候的 RAM 是 512MB DDR2 的。 然后我们的 GPU 是台湾的 GPU 公司叫 XGI 嘛，这应该知道，就是以前细时的那个细时分出来，现在又回细时了。它只有一个 2D only 的 GPU， 然后它其实也没有 full support 像 OpenVG 这种 2D的那种 spec 嘛，所以其实，在 Team Android 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消息。然后我输出的 resolution 是800×600。 那我 root FS 是放在 SD 卡里面嘛？我们这有 SD 卡插槽在背面，在这个地方。然后怎样控制呢？就跟 Android X86 一样，使用 USB 的 keyboard 跟 mouse。然后接下来的话，如果要 porting 的话，就遇到一个问题嘛，就是你要挑哪个 Android 的 version 嘛 ？Android 的 version 那么多，从一开始出来 0.x时代 到 1.5 到 1.6 到 2.x， 到底我们要挑哪个 version？ 然后 我准备过一下的话，我们就后来我就决定挑那个 2.2.1 为什么会挑 Foyo 这个版本？就是 Android 2.2， 就是我们的 BSP kernel 正好也是 2.6.32， 然后 Foyo 正好也是用 2.6.32， 所以我们就挑这个。然后从 Jingle Bay 以上，它从 2.3 以上，它又多了很多需要 OpenGL 的地方，因为我们缺乏那个 3D 的 GPU 嘛，所以就 挑 2.2 好像比较有利一点，然后接下来有一个重点就是你挑 2.2 的话，已经可以 run 80% 以上的 Android AP， 这个我觉得应该已经非常足够。这张表的话是 Android AP 它的那个 distribution， 就如果从上面 summary 起来的话，就已经是 80%，前面用 Honeycomb 跟 2.3 Jingle Bay 的，好像只有 19点多。 然后为什么会挑这个 tag 呢？就是因为 Android 它后来改成64 bit machine 成人 compiler， 虽然打 patch 可以绕过，可是我就觉得很麻烦，就先挑这个 version。好，接下来的话就是要准备 porting 了。在做一个 bring up 最重要的指导原则就是要先求有再求好嘛，如果你没有有的话，就不可能讲好了嘛，所以。 我基本上是用这个原则来做的。然后，当然你要准备 porting Android 之前，当然要有一些 pre requirement， 就是一些事先准备的动作。你至少要有一个 work 的环境嘛，比如说像开发板或是模拟器嘛。如果连开发板都模拟器都没有的话，那就也不用讲说 porting Android 嘛，对不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你至少要有一个会动的 tool chain 嘛，这应该很基本了。 然后，Foyo它需要的 tool chain 是 GCC 4.4 加 BMT 2.19， 如果没有的话，那可以用别的版本，比如说像 PowerPC， 那就使用 GCC 2.2 嘛，就是这边就是有一些语法问题需要修改，我相信一般的 programmer 应该都可以正常的改出来才对。然后第三个也是最难的，就是我要一个 workable 的 BSP 啊 ，BSP 的话就是那个板子。 Full support package 嘛，它是一个软体，然后加 OS， 就是让那个板子可以动起来嘛。然后最好的状况的话，就是 BSP 使用 2.6.32 系列的 Linux kernel 嘛。
因为官方是用这个版本，所以不过要找到一个能动得很好的 BSP 其实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算连 ARM 也不容易做到，不过这我后面再说明。好，接下来就是 BSP 方面的嘛，因为 Android 是 run 在一个很像 Linux 可是不是 Linux 的环境，我们姑且把它叫做叫 Android Linux 好了。如果你要让 Android Linux 动得很好的话，你要当然是要先 make sure 原本的 BSP 已经动得很好了嘛，这当然不是一个你要先 verify 过，不然你到时候 debug 的话应该会非常的痛苦。所以如果你这个你 make sure 你的 BSP 在原本 Linux 的原生环境已经 run 得很好的时候，你就可以去那个 porting， 从那个 Linux 把它 port 到 Android Linux。 基本上要改的东西不多，可是其实也蛮 critical 的。像 Linux kernel 的话，如果你的 kernel 原本没有支援 TLS 的实验口的话， TLS 就是 Slow Local Storage 嘛，我相信有在做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样如果你没有的话，你需要把它补上啊。改法其实也蛮简单的，就看一下 on 的就可以。其实加法并不会很困难。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你要 integrate 那个 Android driver 嘛。Android 在 driver staging 底下有很多像什么 binder 啊，有的没有的 memory key 的那些奇奇怪怪的 driver， 你就不过那些 driver 都没有 assembly code， 所以要 porting 过来其实也蛮容易的。接下来的话就是有一些 Linux kernel 本身的 bug fix， 因为 Android 它的环境其实比 LTP 测试的 coverage 还复杂，就是说 LTP 踩不到 bug， Android 它可以轻而易举的踩到。比如说我在 porting 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个 patch for handling 的一个 deadlock 嘛，这个问题很严重，是会死人的，它整个这个板子就会 hang 住，就不会动，然后你又抓不出什么原因出来，因为现那个时候什么 debug 进去的话都没办法动，因为整个kernel已经死掉了。所以不过其实这个在 Google 的 kernel tree 里面它有 fix 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去后来抓了很久之后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就把那个 commit 把 import 进来就解掉这个问题。然后 Android 的 Power Manager 非常的神奇，所以你的 kernel 的态点 C 需要做一些修改，不然的话 Android 的 VLOOK 它会挂掉。这个所以它你要加一个 function 叫 save type delta 的一个 function， 这个也蛮简单的，这是纯 SQL implementation， 几乎从 on 抄过来就可以。所以如果你这些东西都做完之后就变成一个 Android Linux 了嘛，然后接下来你再去测试看看这个 Android Linux 有没有办法动得很好，如果它可以动得很好的话，那就可以继续开始，就可以进入到 Android 这个系统本身了。好，接下来 porting Android 第一个的话，当然就是要 porting 它的 build system 嘛。Android 的 build system 非常的复杂，不过基本上就是在 folder 这个资料夹。然后你去看里面的 code 的话，就发现这个 build system 根本就是为 on 而写的，连compiler 的 message 都把 on 这个字写死了，所以其他 architecture compile 出来它还是 show on 的。所以基本上你就在 call 然后 binary 这个 nk 档去把你 architecture 加进去，我就是不想显示 on 这样，不过你没改其实也没差，它还是可以 compile 出来。然后基本上对粉丝的劝局的话，就是加你自己 architecture nk 档嘛，把你需要的 linker script 加进去，然后托圈的 pace 啊，就是它托圈的 pace 也是写死的，只在 on 的目录下嘛，所以我只好去做一些修改。然后还有一些 misc change， 就比如说它 building 的时候就有 on 跟 sub， 可是我又不是这两个，所以我就加了一个 target architecture 环境变数，可以让你 make 的时候去指定这样。这样的话就不会一直 show on 跟 sub 出来。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做一个你的板子。Bender board .nk 嘛，这个熟人对 build system 的人应该知道，就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就把它带过，有什么兴趣的人再试一下找我。好，接下来的话就是要 porting Android 的核心了嘛，然后 libc 的话就是也算是 Android system 的一个心脏 libc。 然后大家要知道
Joey他不是用GDBC 也不是用UCDBC 他是用一个叫Bionic 的C library 所以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要porting一个 porting 帮那个Bionic加新的 architecture 嘛 当然如果你有UCDBC跟GDBC的porting的话 这个事情并不会很困难因为 C library 就是这个样子嘛，非得需要用到组合语言的地方其实并不多。然后非得需要用到的地方就是像什么牺牲扣部分嘛，就是怎样跟 kernel 接起来，你一个write 函是怎样在终端机接起来嘛，然后 startup 部分也是每个平台特有的嘛，这就没办法。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像 set jump long jump 这些东西。 或是像一些 atomic operation 嘛，这些用 C 语言没办法写出来，所以就只能用主语写。所以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的话，那就其实也没什么困难了。然后我底下有他的粉丝的劝局啊。基本上 libc 的话就是改 season code 跟 kernel header 部分嘛，然后哈利波特会讲的 python 嘛，哈利波特都会 python， 昨天有 bof 应该知道，就是改这两个那个 parser 语之后。 就几乎可以动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 MISC 的劝局，就是一些简单的 compiler， 我就想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才对。然后 libend 的话就是加 f environment 点 h 嘛，就是你跟你的 FPU 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比如说 FPU 要不要 trepidation 啊之类的东西。然后 libdl 也很好改，就是其实多一个 if define 而已。 然后比较难改的就像 link 嘛 ，link 可是如果你有 gdbc 的 ld.so 的话，其实你应该会改才对，就把那些 relocation 的东西把它做好。那其实应该如果有 gdbc 的 porting 的话，就没什么太大的困难点。然后接下来的话就讲到 Android 第二个大的系统，就是 Debian Java 部分嘛。然后其实。 因为 David 是 Google 整个重新重写的嘛，他算是弄得也算不错了，所以说还蛮幸运的。如果只是要会动的话 ，David 其实不太需要 porting，因为 Google 里面 Google 已经在里面包含了一个 generic， 然后用 C code 写的字义器，就是它可以不需要 porting， 它就用这个字义器就好了。可是。 光是这样没有办法做出一个 VM 的啊，还是有需要写主语的地方。其实整个 Debian 需要写主语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 JNI 的部分。因为 JNI 牵扯到每个 CPU 它的 coding convention， 比如说 on 它用几个暂存器传参数，X86用几个暂存器传参数，这并不一样嘛。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就是非得要用主语写。如果没有用主语写的话，是没办法做出这个功能出来。 所以，然后 David 他又提供了两个实作方式。第一个的话就是你真的去写他 JNI 的主语嘛。然后 JNI 主语的话，它需要一个 hint，hint 的话就是 Java 的函数的签名。你因为有的 ABI 规定蛮复杂，比如说像 on 的 EABI 就蛮复杂，它 64bit 的 data 需要做 pending 嘛。这个东西的话，预设 David 他是不处理这件事情的。 所以你就要自己写一个 hint 函数，就是如果你收到这个 Java 的方 Java 的 message 的 signature， 该怎么产生出那个 hint 出来？它是一个32 bit 的一个 value， 就是 indicate 说哪个地方是 pending， 哪个地方是真正的资料这样。然后第二个，它有提供一个 alternative 的 porting， 就是你去做 libffi 的 porting 呢。 libffi 就是 foreign function interface 嘛，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 library， 就是让你 C code Python code C 那个时候可以使用嘛，就是来做一些语言之间的互通。然后其实如果你要 porting libffi 的话，其实它也是需要学组合语言，所以其实。 对这些底层的系统工作者来说，组合语言非常重要，还是需要学。我知道现在很多学校都没有教，不过还是需要大家教，还是需要大家教一下。
还是需要懂这个东西，不然的话还是没办法做一些，就学生就这样嘛，你要做一些别人不能做的事情才有办法找工作嘛。刚才老师应该 有讲到，对不对？不是说履历投过去就没有那个没有下文，不过其实还是要多会一些别人不会的东西嘛。然后 DVN 的 optimization 它有分成两个 ，JIT 是后来加进来，它是一个 just in time compiler， 就是一个动态编译器啊，这我就不多做解释了。然后它还有提供一个机制叫 face interpreter， 就是用主语来处理 Derek 的指令。Derek 是一个 virtual machine 嘛，所以它有定义的好像130几个 OP code 吧，如果没记错的话。然后每个对应的 OP code 如果用主语来写，就是用主语来写，一定比 C code 来写快嘛。所以这部分的话就可以就加化，这样它就会变得比较快。然后这两个 porting 其实严格来说都不算困难啊，可是也不是非常的 trivial 就是。所以目前我们，而且它的 gain 其实说怎样的话很难懂，我们接下来再做 optimization 的话，就会讲到这一个。所以在我的平台上，我是没有实做这个东西，而是现在才要慢慢的把它补起来。好，接下来的话就是 external package 了。Android 的 external package 就是从众多 open source project 把它 copy 过来的嘛，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也不太需要 porting 的。然后要修的就是一些 MISC 的 compiler 啊，就是它的 architecture 什么 if define 没有定义某个平台之类，还有一些 main file change， 比如说像 web key 它就需要做一些修改，因为 web key 它预设是有 on ISS， 可我们 CPU 又不行，所以要做一些修改。然后接下来要改动比较多就是 elf utility 嘛，可是如果你有改过 bin utility 的话，其实也没有那个也没有非常的困难。那基本上就是做一些 EN number， 就是那个每个 architecture 都在 elf 的 flag 里面有一个数字嘛。很可惜我们台湾的 architecture 竟然是用167不是用168，我就觉得很奇怪。好，没事。因为台湾人不是最喜欢168这种数字。然后把你 architecture 的 relocation type 加进去。然后你这些东西都改完了之后，你就下 make target arc 等于 N32， 那是我们 CPU 的代号嘛。然后减 J4 之后就 build， 然后就等好久的时间，之后浪费了很多地球资源，然后砍了北极熊又没地方站了之后就 build 出来了。因为 Google code 很庞大嘛， build 完就是要很久，通常都要一个多小时到半个小时之间嘛，所以你就 compile 出来复活。compile 出来 for 的那个 Android 的嘛，所以就大概成功了。哦，恭喜你已经 compile 出来，可是如果你是工程师的话才会知道 compile 出来才是你的刚开始而已，因为接下来你就要开始 debug 了，可能这边只花了 10% 的时间把它 compile 出来，后来要花 90% 的时间来 debug， 然后花 200% 的时间来做 optimization， 这就是台湾的工程师。好，接下来的话就讲到那个，因为 Android 是为了暗而设计的嘛，所以就这就取比尔盖茨一句话，人生不是公平的，你只能去接受它嘛。所以身为一个难暗的 Android porter， 应该昨天的哈利波特那个 porter， 我们 Android 的这是 Android 的符号，这是我们公司的符号，加起来会是什么东西？我们公司叫 Andes， 是南美洲的一座山嘛，加起来的话就是我们那个南美洲的圣兽嘛，就是草泥马，就这样。就是工程师的心情嘛，我没有讲脏话，就是这个就是草泥马嘛，也是正好是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上，那么刚好。好，接下来你开机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每个人都会遇到，连在 on 都会遇到的，就是电池的问题啊。就 Android 电池是一个很诡异的东西，就是如果你 porting 到 BeagleBone， 它也是会遇到。就是基本上就是如果你要 porting 到一个 non-phone 的 device 嘛，就是
Android是手机嘛，可是如果你是 Podding， 然后开发版啊，有的没有的东西，就会遇到这个问题。然后 Google 上答案也非常多，就随便找一个喜欢的回家吧。然后接下来你第二个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十秒钟的幸福。为什么叫十秒钟的幸福？因为 Android 它的 Activity Manager Service 它的 Timeout 预设是设十秒，就很可惜台湾 CPU 不能十秒钟内把系统把它 boot 起来，所以就 Timeout， 然后一直重来，所以就挂。所以我其实台湾的 CPU 也不能享受这个奢华的幸福的，这个十秒钟太奢华，我们大概要设到三四十秒才有办法顺利的那个。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比如说像电源管理，电源管理的 code 你进去看就觉得，靠，这就是一看就知道很手机嘛，这如果不改的话一定死了，所以你就要 hack 掉一些很手机的 code 嘛。然后接下来我在最近又试了一下 Android， 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我很低调，可是我很不喜欢用 GPS， 就会被追踪，对不对？你比如说 iPhone 最近跟台北市不是一样，就如果你跑到哪里的话它就可以看到哪里，所以我很低调不喜欢用 GPS。 可是有一家公司非常喜欢让人家吃 Beta 的产品，比如说 Beta 的冰淇淋啊，或是姜饼，对不对？我就不讲是哪一家公司。然后那家公司的首页改版之后，竟然没有 GPS 的，作为手机连上去之后竟然会 crash， 这是太厉害了，不愧是，所以只好用那家公司唯一不是 beta 的产品，就是社区嘛，就找出答案了，改这个地方。改这个地方之后就可以避掉这个问题了。你看连首页改版都会造成手机有 bug， 不愧是一直为人家吃 beta 产品的一个公司啊。然后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基本上已经大概就可以正常的运作嘛，就80%的时间过去了，你就知道哇，终于把它听起来，演奏的桌面也看到了，就觉得好像一切都很圆满了。可是事实上并不然，因为演奏要跑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可是要跑得顺却很困难。你看现在外面的摊子里面的 Hero 就知道了，对不对？后面有某个摊子的公司嘛 ，Hero 跑起来其实也是不是非常的顺，这是为什么？就是作为其实非常的吃资源的一个东西。然后跑起来顺不顺的话，其实是使用者界面的阴谋嘛，就是其实它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应该说，如果使用者界面顿的话，你就会觉得它不顺嘛。可是事实上是不顺就是一个问号嘛。iPhone 就是赢在这一点嘛。然后因为 Android 的 application 的开发者他很喜欢用 OpenGL， 因为这样写程式比较容易嘛。因为3D的 model 像 Angry Bird 这种东西 ，3D 的 model 总是比要建一个 2D 的 model 简单的，所以他就全部用 3D 的东西写，虽然说看起来是平面的，所以你就都跑不起来，觉得很痛苦，对不对？不过这是一个 3D 的时代，开发者很爱用 OpenGL， 其实我觉得也不为过。可是回到我们台湾人身上嘛，早上 Joseph 讲了，美国人不知道短缺，可是我们台湾人一向勤俭，对不对？就是你 IC 里面有一个残废的 GPU， 其实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了。或是 GPU 只有 2D 的引擎而已，它根本没有支援 OpenGL， 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嘛。因为 OpenGL 加下去就是一个 cost 啊，台湾人一向勤俭，最讨厌让 cost 上升的。然后很刚好我们的开发版也正好是这样，所以就又没有 OpenGL， 所以听起来的话又更痛苦了，对不对？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教大家怎么 optimization 嘛，这要花200%的时间做 optimization。然后接下来的话就为什么会讲这个，就是有一个日剧叫圈套嘛，应该知道，就是讲说为什么你不做到最好。可是你要讲为喂喂喂，好，继续啊。就
如果我什么东西都要做到最好的话，今天就不能在这里演讲了，一定是在公司 team performance 的嘛。所以台湾人一定不可能什么东西都做得最好，因为这是一个 tight market 的时代，什么东西都要讲求 tight market 嘛。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就不讲为何不做到最好，我只讲如何做到最好就好。因为其实我知道 Android 本身它有很多 optimization 的空间嘛，我想如果是 Android 的开发者应该知道。可是我们台湾人因为一向节俭嘛，所以就只能找一些 game 比较大的，然后可以很快的得到很好的效果的东西嘛。然后其实这是身为在一个产品的洪流下那个工程师的宿命嘛，所以我就不多讲。然后要optimization 有一个东西就。Android 系统里面有很多 compiler， 就是它就为了 compile once compile everywhere 嘛，这是一个上面以前 compile 一次可以在任何地方执行嘛，现在是 compile 一次还有更多的 compiler 帮它执行的，所以这是一个无所不在的 compiler 时代啊。就光 Android 里面的话，就有像 David Kerbyan 有一个 Just in Time compiler 嘛，然后 Pixel Finger 它有一个 Cofinger 的 Git 啊，它也是一个 compiler。然后像 WebKit 的话，它有 VA 嘛 ，VA 也是一个 compiler。然后像Honeycomb 之后，它有 Random Script 嘛 ，Random Script 它本身也有，它的状态也是一个 compiler 这样。所以说，这些 dynamic compiler 其实它都需要 porting， 而且它不是 porting 这些 compiler 并不是一些很 trivial 的事情呢。而且它需要的背景知识跟你对 architecture 的熟悉度都非常高，所以。其实发展到今天，要 porting 到一个新的 CPU 真的是越来越不利了。如果你看哈尼康的状况的话，应该是很清楚。然后虽然我的专长是 compiler 领域，可是我选择不 porting 这些 compiler， 因为如果 port 完之后，我大概就不知道在哪里了，就要找一些很简单会动的东西嘛，对不对？因为Dynamic compiler 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要会动很简单，可是要没有错，其实很难去 verify。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复杂，所以后来它有一些组织像 Linta Lab 做一些验证的东西嘛。其实验证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就老板就问我说，那个现在我们只差一个那个。只差 performance 这个东西就可以卖得很好，然后叫我怎样那个，然后我就去睡觉，就看到一个作者他写说，欲征服 Android 的话，就要先征服 GUI 嘛。如果没有征服 GUI 的话，大家就会觉得你这个东西怎么那么慢？而且像我们 Project 也是跟 Android X86 一样，是用滑鼠的嘛。那滑鼠再移动起来，就觉得你这个东西根本就是爆慢的啊。所以我们就在讲说怎样 optimization GUI 的东西。然后接下来就会有人问说，如果我们不 porting 那个 piece of inger， 就是它 GUI 的一个 git 里面的 dynamic compiler 的话，我们使用者可以获得可以接受的加速吗？然后我回答就是，虽然 Google 字典里面现在只有放弃，可是我们的字典里面没有放弃，一定还是有办法。然后第一个点的话就是去 optimize library 嘛，在一个图形系统当中复制是非常见的事情。对，我想懂 GUI 的应该知道，它要你从东西把素材读出来就是一个 copy 了嘛，然后要把它 call 到 frame buffer 上，或是 call 到硬体的 buffer 让它秀出来，又是一个 copy。所以如果 memory copy 是一个最简单而且 gain 最多的一个函数啊，就是如果你改善这个的话，你就会发现整个效能有很大提升呢。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去参考一下 on 有把哪些 library 的 function 改成组合语言嘛，这我们就可以去把它全部改成组合语言，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自己去 profiling 出到底瓶颈在哪里嘛，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可能就是要听 Android GUI， 这些部分可能需要对 Android 系统比较熟才有办法知道。然后
第一个的话就是 service finger， service finger 是 Android 把很多 service 叠合起来的一个程式嘛，应该这样讲。所以这个程式的话，当然不可能 Google 一开始出来写就很好啊，其实它有一些最佳化的空间呢。就然后可以去参考一些 project 的修正，像 Android X86 跟 Nintendo，它里面都有对 piece of finger 做一些寺庙最佳化这样。 然后第二个就是 Android， 它非常的奇怪，它动不动就要刷新整个画面嘛，这也知道在 GUI 程式这一个是一个大忌嘛，就它就动不动就动一下滑鼠，它就 refresh 整个画面这样，这当然是非常的慢了，所以就是要去找到它的那些元凶嘛，到底哪个东西让这个东西一直要重画，一直要重画，这找到之后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了。 然后第三个就是 Pixel Finger 里面它有一个 Scanline 嘛 ，Scanline 有 Shortcut 其实里面有一个 Word Image， 就是它如果使用到很慢的 Pixel Pipeline 的话，它会印一个 Word Image 出来。AOSP 的 Call 预设是关掉，你把它打开，它你就会知道一些东西这样。然后去观察说为什么会用到比较慢的 Pixel Pipeline 嘛，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增加新的 shortcut， 因为其实 Android 的 project 正在发展嘛 ，Google 其实也知道它某些地方很慢嘛。就有一天我要用 Google Map 的时候，就发现我现在系统怎么乱起来爆慢，对不对？然后老板就说，只差 Google Map 我们就可以卖出去了，你到底是干还是不干啊？我只能说干，对不对？<笑> 所以，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在 2.3 的 code 它已经有把那个新的那个 Pixel Pipeline 加进去，正好就是符合 Google Map 那个 case， 所以我就把它抄过来，哇，轻松结案。好，接下来的话就是讲一些比较简单的实验数据了，就是如果它是这个是秒数嘛，就是 render 一张六。 640×480 的 frame， 它需要的时间呢？如果它是，然后有两种模式的，一个是做 blend， 一个是做 alpha blending 跟做 rotation 嘛。它如果使用 shortcut 跟使用 dynamic 的 pixel pipeline 的话，它的时间相差是非常的多的。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可以 enhance 的点嘛，随便的话就是好几倍了，比刚才某一场 compiler till 300% 还多，对不对？ 好，接下来就来 summary 了，终于到最后。然后我在这里有一些参考，有一些我们在 Andy's 上 Android 的 demo video， 有兴趣的自己去看，我就不多说。然后特别感谢那个 Android X86 跟那个 Litalab 的那个帮助，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有 open source， 所以我可以看到他们一些修改，所以还是鼓励大家 open source。 然后接下来就是 summary 嘛，就是你第一个要改的是 BSP 的部分，第二个要改的是 Android system 嘛。然后optimization 的话，我这里就有讲到 service finger 跟那个 scanline 的 shortcut 嘛。如果当然就还有很多可以再加化的地方，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这些 gain 比较大的，让大家可以好交差嘛，对不对？那有什么问题？ 非常精彩的演讲，请问一下 ，audience 里面有没有就是想要问问题的人？可以直接举手。OK，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拿到第一支的 Andy's 的 Android Phone 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不过不是我可以回答的，因为我只负责 project project， 这个可能要请我们公司的那个，而且你连问我们会不会 open source， 我也没办法回答，就是。好，还有什么问题？还有其他人有问题吗？多一些技术细节是可以问的，或是怎样？ 好，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好。
All right, 那我们谢谢 Luse 帮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